黄景瑜来这边，来跟粉丝们、观众们打个招呼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景瑜。这次来因为龟榜盛典啊，因为大家也很热情，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很激动，这么多人看我走蓝毯。对，蓝毯很激动，对对对。那个，因为接下来在音乐方面或者影视方面都会有动作吗？可以跟大家简单交流一下。音乐方面我会等一个好的机会吧，因为我想可能找一首比较喜欢的歌。对了，影视方面我会一直努力，一直努力，反正两个方面呢都会加油突破。对对对，那也非常期待这一次在盛典有表演吗？应该是没有，应该没有，那就好好的看就好了。好的好的，然后多发一发微博，好吧？好的好的好的，好，谢谢景瑜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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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拜拜啊，拜拜。